有些人怨天又怨地，怪父又怪母，自己不是富二代，不是王思聪，自己不想一想，以后你自己的小孩父母是谁啊？老是做键盘侠，你抱怨是没有用的，社会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有改变，你唯一该抱怨的是你不够努力的自己。你把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，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记住，决定你层次的从来不是你的出身，而是你的努力。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，你会有匀称的体型；你把时间花在学习上，你会有生存的技能；你把时间花在颓废上，你会变得一事无成；你把时间花在等待上，你会失去的时间也失去的金钱。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，同样的，也没有人可以帮你过自己的人生。如果你生活不够完美，你唯一该抱怨的是不够努力的自己。只有弱者才会抱怨，强者只会想如何变强。抱怨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垃圾。我说话是给听得懂的人听的，是给上进青年听的。这个世界上从来不怕太晚，怕的是你不够坚持而太懒。加油！